沙崙國中十八號一透早客滿到參與公所來舉辦的黃綠紅健康一百分健行上千位民眾，但對著運動老師做好暖身，準備要展開的桂林特定區的四公里健行。各地地林区内底有黄色阿波勒、咖喱色小叶染人，佮有白色红红花的行德树。最近陆续来开花，以季节限定的黄绿红美景，嘛和公所连续五天举办着健行活动。的一个黄绿红的一个一百分健走活动，我是第一次哈，那我很高兴可以借个机会来参加我们的黄绿红一百分健康一百分的健走活动。健康的生活才是我们唯一好的活动，就是需要大家参与。那我们也一直。希望我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那今年的部分已经是第五年。全国全年出席活动主持的民地的立委王定武，除了是肯定公所举办活动的用心之外，对着活动举办的特定区，未来将有十二年制学校设置甲新台交代这新的系数来设置，再来着期待。这里会增加一所幼儿园，一直读到高中三年级的完全学校 K12，而且这些学校是双轨制。有全英语教学，对幼稚园读到高中，啊，在地囡仔不是外国人在那读哦，在地小朋友可以选这个学制，啊，这个学校呢，对幼儿园读到高三了后，后段衔接的是那边，今年开始，交通大学隔了十多年，温古尼还特点62个员额哈，教授员额增加第二个学院，半导体学院现在增加一个 AI 绿能学院，由宏基的施正荣董事长来主责。今年开始招生，啊，另外成大这边有个研发中心哈，现在也要把教学移到这边来。桂林公所举办黄绿红健行，上千位民众来实行着特定区的主要道路，民众用着双脚行出着健康，嘛沿途欣赏着阿波罗的黄金花、灰红色的红红花，甲小叶染人布出来这新意的美景。南面新闻台一声桂林采访报道。